我说，有好没有？我都说。嗯。这压了一个礼拜了。高头长。来，陈师傅抬一下头看一下我。哦。你这个小摄像机是吧？啊。给我找一个，照进去了。行行行行。它是摄像机。你摇米嘛，摇米，摇给我看。 对啊，这个是我老地点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地是我学了算个地点，我在大关是打几年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当地老朋友。你在这里啊，你等于到当地，你学的义工，他们都知道。义工，你有名片吗？我没有名片。